好了，观众朋友，林江亮来和我共同搭档解说。大家好。这个比赛一开始的话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在场上身着白色队服的呢是今天的主队啊，山西兴瑞队。那么身着橙色队服的呢是内蒙古农兴队。哎，好球，直接吊篮下，大多了啊！两场比赛都是以40多分的一个巨大优势战胜了对方。哎，我觉得应该说从开局来看的话呢，这个山西这边啊，对于目前整个他这点对于李月汝的这种绕前防守呢，打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呢，对于李月汝的限制，还是控制比较死。包括你像看现在，虽然这个球呢是在篮下，前两轮的比赛啊，可以说内蒙古队遇到的对手在内线给他们的压力并不是很大。好球啊！本场比赛夺冠的球队，所以呢，从球队的底蕴来说的话，应该还是有着非常深厚的一个功底。是的，而且山西队这边的几名主力队员也都是国字号。看一下严立维打到了弧顶三分球的尝试，好球啊，算是真正遇到这个可以跟自己相抗衡的内线空了。看一下于东强打，哎，没有造成犯规，哎，球上的不错，看一下有没有，哎，看一下，这就是李源两名国家队友之间的这种配合。这是杨立维将球上进。上一场比赛呢，杨立维打的李月汝，但是呢，他在抢低位这一下呢，其实是传远端，看一下，直接打到内线，于东策应打进打出，三分线外有没有？看一下，有。刚才呢，我们说了很多关于于东的话题。其实武彤彤呢是目前整个联赛的得分王。哎呦，偏这个在抢位置这方面似乎更好的发挥出李月汝这个内线的优势。漂亮，内线的希望之柱，会略逊一筹，但是毕竟都是老将居多，都很有经验。哎，看一下这边杨立维快速突破有没有，漂亮打对方联防的时候的中投，往往能够帮助球队解决这个进攻端的问题。看一下这边强打，好球。我觉得今天他对于这场比赛来看的话呢，即便内蒙古农信呢有四名现役的国手，但是呢对于武彤彤来说的话呢，我觉得他今天打球的这种信心还是非常强，好感都不是特别好。漂亮，张继芳的这个防守啊，上墙时机掌握得非常好。传远端，看一下李源的三分，再中。球员既可防外，也可防内，对，非常的全面。一到了这个肘区。篮板球保护下来，快速推反击，看一下赵志芳给到了左侧，漂亮篮下有，好球。但是传得太矮了，自己的队友也很难接。嗯，刚才武彤彤这记助攻啊，真的是非直接通过球的传递找到了一次非常好的篮下空篮机会。于东打进回过来三分球有没有，再对，可以看一下啊，在暂停过后呢，这边现在李月汝踢罚球线，对，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调整？可惜啊，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，哎，依旧是采用了一个联防，直接掉篮下，好球啊！这球不错，底角空了，这边是时间要到了，没有粘筐。来看看内蒙古的反击，很快，好球，上球不错。情况下打进啊！哎呦，看一下这球，真是给的不错。李源、杨立维，不愧是国家队的两把锋线的尖刀啊！这球给的很大的力气，好球，快速。现在这个有了，嗯，这是底线球的战术，通过了反掩护，在篮下是拿到分数，给的漂亮，连续假动作打节奏。哎呦，这一波这个球的传导啊是非常的耐心。看一下杨立维，真可谓是本场目前的这个最有价值球员，漂亮直塞篮下，防的也不错。现在是通过进攻带动了整个全队的防守，三分这20岁。要注意底线球发球的时间，哎，成功的防下来，被抢断，看一下反击，2-2急停跳投，好球。哎，这防守漏了，直接掉篮下，传的不错，好球。犹豫了一下，传底线，内线武彤彤单吃打进，好球啊！和他年轻的时候一样，并且呢脚步会更好，更积极，主要是打的。再来看一下，李源中距没有能够命中。哇，这李源呢，这球性真是够娴熟，漂亮，多打3-1的机会给了。球性呢是暂时领先。不知道在上半场比赛战罢之后都是做得非常不错，对，防守强度是一直保持得很好，对。哎，好，武彤彤呢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的话呢是整个联赛目前为止的三分王，场均呢会有4记3分球。哎呦，漂亮。山西队呢目前只得到了2分，
在进攻端的问题呢还是没有得到很好，球还有，嗯，大空位，哎呦，直接吊篮下，但磕到框了，嗯，这球角度不好，看一下李源，嗯，推反击，传的不错，嗯，传的不错，好不好，兜出来外线接球，还是三分球。所以呢场上的队员呢应该说呢确实也非常敢于发挥，敢投，好，自己来结束，没有能够命中，磕到篮筐前沿儿，啊，这是看一下，漂亮，给的不错，好球，好球，自己打，这是武彤彤，好球啊，打得更坚决了啊，不像上半场打的是突破，单兵去攻的这个信心会更强一些，哎，好球，看一下，漂亮，一个空切，赖以成名的三分球打到了目前都没有很好的一个投射了啊，但是这个手往回搂啊，这是感觉这个手感真的是爆，这个球确实呢是凭借自己良好的手感，还有呢应该是吕东手递手，哎，这球看一下有没有，有，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去更好的站出来，哎，好球，急停急起，漂亮，这个果然还是做得非常精彩，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，这个时候呢必须武彤彤要站出来，需要打得更加坚决一些啊，对，要能够彰显他的这种所谓的球场杀手本色，内蒙古农青呢确实整个我觉得球队的战术素养，哎呦，好球啊，有防守预判，这个让别人的这个挡拆之后的这个传球路线很小啊，甚至是被挡住。那还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了，只有四分多一点点。哦呦，突了进去，漂亮！哎，看下这边，辛金博偏反。哎哎，那些空了，好球啊！这球队能跟内蒙古去掰掰手腕，对，让这个比赛更有悬念一点呢。哎，好，有可能打得比主力打得还好啊，是这个，所以每个人的这个只是说球的风格有所不同，但是每个球员的这种对于比赛的这种不放弃的这种态度和作风，我输我也可以，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能会输这么多，嗯，我觉得还是有一打的，就可能那一下的情绪表现出球员在场上的那种不甘心 啊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些这种不必要的犯规，是。